跳伞不敢落地，看看拼命都坚持就爆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椒哥，今天宝箱刚刚更新，出来了一个这个熊猫套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非常非常的帅啊，还有一个这个啊，两个都是熊猫，还出来了一个熊猫三级头、熊猫微包，还有我们手上的这个熊猫桥，各种各样都说明了一件事情，这可是我们的国宝。然后还有这个绝地宝箱，这里也更新了。出来不是这个，说说丰厚点赞啊！这里面出来了一套这个衣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头盔摘一下啊，头盔有点阻挡我们的视线啊，在这个里面啊，就这套衣服。上面一个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个小猫咪啊、中间的话是一个这个黄色的一个紧身衣。我们来抽哪一个呢？我们这样子吧，我们来这个两发，来三发吧，来三发这个熊猫。来，剩下的来那个丰厚宝藏吧，好吧，我们先来试一试吧，好吧，先试试这个新的，新的比较贵，1350点券抽一个十连抽，比较坑人啊，价格。哎，熊猫平底锅，上来第一发就出来了平底锅，这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找你啊，快点出个好的。哎，裤子，哎，衣服，哎，熊猫枪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几率很感人呐、啊，这是要出衣服的节奏吗，老公？出来吧，老公，我求求你，出！出了个裤衩子，哎，都能派发军团福利了都，过分了啊！现在还剩4700，我们还能抽，这样吧，再抽一个连发吧，再抽一个，出一个，我求求你了，老公，随便出一个，出一个好的，牛仔衣服，出一个好的，哎，熊猫背包，出一个好的，一个裤子，好的，衣服，伏击者，逐鹿者，牛仔背包，这个配件倒是全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配件都是全的，这个枪背包平底锅都有了是吧，这个 SCAR 还有一个，就差这个三级头跟这前三个这个衣服了，再抽一次就不够了，算了吧，再来这个三个十连抽吧，丰厚点赞这里我们还能来三个十连抽，这个比较便宜，1080一次。哎，出来个校服不衫，哦，救援紧身衣，哎呀，前两天我还说这个衣服特别的个性，是个黄色的衣服，哎呀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出出出，求求你，出出出，出来个这个帽子，出来个护士衣服，最后一发，最后一发，甜美老公，你帮一帮辣椒哥，抽一个好的吧，我求求你，抽一套衣服，什么都行，只要是我没有的就行，出，降落伞，出，可以了，出，天哪，最后来了三个闪光，但是并没有闪出来我们没有的，最后一发，直接绝杀。哼，哎，你个老屌，过分了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抽了个这个救生衣，这个倒是挺个性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这个救生衣的话，大家知道吗？它可以戴一个帽子，戴什么帽子呢？戴我们的小鸡帽子，这一身黄，真的是黄灿灿的，对不对？金灿灿，黄鸾鸾啊！这整的我是不好意思，背跳落伞的话就随便戴一个吧，三级包的话找一个黄色的这个啊。感恩圣典，对吧？这个包属于这个黄色的。呵呵，哎呀，真是受不了了，这家伙整的头盔也戴成这个黄色的吧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，来说是吧，然后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了别的。哎呀，这一身黄也是遭得受不了啊，哈哈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假冒伪劣黄金套。哈哈，好了，这一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再见。过两天我们必须得抽一套这个新衣服，非常非常的卡哇伊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抽哪一个都可以啊，必须抽一个熊猫套装，这个叫什么酷萌胖达套装，或者这个性感胖达套装啊，反正给我来个熊猫就行啊，我这个不嫌弃你们来什么东西，来啥都随便。好了，这一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